赛之前在大赛我没有赢过林丹，只能自己会觉得有一点担心吧，因为其实公开赛赢他，大赛每个人都说我没有赢过他，其实在比赛中都没有想过那么多，就只有一刻赢下来的时候，我觉得我感谢天吧 God is a 你注定的吧，你值得这场伟大的胜利，尤其是在丢掉底蕴的情况下，有没有一个转折点，怎么样把这个形势转过来？其实在我领先27的时候，我也没有想那么多，其实脑子肯定有想到不要重演2012的伦敦奥运会吧，然后还是20平的时候，在脑海里没有想那么多，就当着输来打，其实真的还是输，就是天注定的吧。其实在关键的球的时候就打给他进去，也不要太着急嘛。虽然在历史上有36次交手，但是在奥运会的舞台上，在这样一个舞台上，林林大战的意义应该不一样，你怎么评价这场比赛？其实我觉得我跟林丹能今天能站在赛场上，我觉得我们两个值得骄傲吧，我们两个33岁的老将还能跟这个年轻的球员一路在拼，还是我们两个在第4届的奥运会吧，还是